看一下，打开了，嗯，哇，好香啊！这个周末的早上就是要来逛这个市集，吃一些手工汉堡。我们现在在 Big Cross 的这个周末市集，那这个市集呢，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喷泉的这个公园，蛮多的这个卖服饰的，卖手工面包的，甜点的，还有卖一些那种小的饰品，当然还有很多都是卖吃的，还有这个青菜、生鲜、水果，甚至还有一摊是卖这个海鲜的。希望你喜欢我薯白领店，请记得按赞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